好，这根管子拔过来，插到这个底下，然后把阀门打开。这是电源，电源走开关，把它开起来。功能，这里面有个关电，把它打开，退出，退出。退出，长度测量，能背下来吗？然后就可以开启动。量就会从这里直接从这头里面抽上来。固定拍吧，固定拍吧。好的，好的。